师傅。安娜，怎么不多关心一下朋友的伤情？他不是我朋友，贤青又胡说了。你若是一直如此，师父怎能放心呢？那便照顾秀儿一生好吗？师父，安娜已经不是八九岁的小姑娘了，师父也老了，再过几年怕是要你来照顾师父了。那便让秀儿一生照顾师父吧，秀儿愿意。哪天楠楠嫁人了，难道师父还要跟着陪嫁过去？秀儿不……不过师父自然也不愿楠楠随便嫁个臭小子。你有了心上人，定要带来让师父好好把关，否则师父可要伤心的。师父，你也知晓秀儿一向性子倔强，从小到大你什么时候拗赢过秀儿？傻楠楠。怎样啦？比前些天是好多了，不过也不知到底恢复到什么程度。既如此，不如同我稍作切磋，试试身手恢复如何吧。好，前辈可要小心了。哦，月小哥如此有信心，不如就由月姑娘做见证，我们打个赌，我只出三分力，谁若输了便要被画花脸，如何？好啊，我想看今朝画花脸。你还真向着我呀。听起来很好玩啊。那我便在山崖处等你。月小哥，准备好了吗？来吧。看来你恢复得不错。月小哥，你使力太劲了，刚极一折，武技亦是如此。我输了。秀儿，拿笔墨来。啊，前辈，你当真的呀？自然。幼时我背不出书来，我的师父都是这么惩罚我的。你这是什么奇怪的师父？月姑娘，你说画什么为好？狐狸，老鼠也不错。帮别人坑我，你就这么高兴啊？故事画得真好，今朝这个花脸真好看。你说什么？巨石棒，别以为背过身，我就看不出来你在笑话我。我。看来月兄确实已无大碍了。顾前辈，劳烦您照顾多日，在下就此告辞了。
小洛何必如此匆忙？之前我因担心贤妻和岳兄的伤势，方才留在山上。既然他们都已平安，我要前去正午门处理贬落环之事。如果我更小心谨慎，此事应早已从贬落环口中问出起魂邪教的机密，将其铲除。眼下线索止于这块晶石，只是岳兄也记不起是在哪儿见过。何必悔恨，不可徒添烦恼。我别听他胡言，对妖而言，弹指间百岁千年，有何纷扰，至多合眼便过。然而人寿短暂，自应及时反思，方可少留遗憾。是。不过小洛，你也别客气太过，人力亦有其限度。晚辈记住了。你却有要事，我也不多留你。居小哥，你呢？我贬落环跑了，回去也只会被人笑话，说我又搞砸了一件事。我留下来照顾岳兄吧。洛兄，麻烦你帮我向左盟主和温雅带上平安。金昭，之前我们答应要帮昭言打邪教的呀。这几天来左眼都没有看见什么。洛兄，等我伤好了之后，我和齐会去景安找你。嗯，你养伤要紧。秀儿，你送小洛去景安吧。师父，让贤青去送吧，我多陪陪你嘛。是韩将兄陪你吧。洛家主，我们走吧。岳兄，好好休养。贤青兄，后会有期。诸位保重。今朝我饿了。你不是才吃过吗？嗯，刚吃过就不可以再饿了吗？你不会是真的在想这个问题吧？姑叔叫我什么事都要自己多想想，多小的事都行啊。他不是这个意思吧？之前我就想问，你什么时候跟顾寒江这么要好，还叫他顾叔？就在你昏迷的时候啊。那几天没有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，我都不知道该做什么。然后顾叔就说我要多想想自己想干什么，无论多小的事情都行，不要什么事全都听别人的。你听我的又怎么了？这三年不都是这么过来的？可是你受伤的时候，一开始我自己都想不出该怎么办。要是下次再……算了，一般小事你就按自己想的做吧。我有点事，你先去吃吧。嗯。
前辈，打扰你了。无妨。这是卦钱，为卜卦之用。前辈会算卦？月小哥，相信卜卦相命之术吗？这个吗？卜卦虽多为江湖骗术，然所谓命运却并非虚妄。天鬼运转，六界众生皆遵循天道而行，即使循理而动，便有迹可推，这岂不便是命运？这只左眼所看到的算是命运吗？如果命运存在，人的一生早就注定，不能改变，不是太没意思了？我宁愿相信世上并没有命运这回事。无法改变，这却不是我所理解的命运了。哦，你看这棵树的命运如何？快死了吧。若是我将它移到水土丰美之处，时常为它剪枝修叶呢，说不定被你救了就是它的命运呢。那依你这句话，我又改变主意了呢。依我所见，未来有无数可能，然而依循天理，总有一种可能是看似最易成真的，世人称之为命运。但若有人以足够违逆天轨的信念和力量，令其走上另一条路，却并非绝无可能。简单来说，便如这棵树，若由它自生自灭，它已必死无疑；但若得人相救，它自己也奋力求生，未必便没有生路。前辈说得不错。命运是否存在，能否自己选择走向，或许将来你能亲自见证。不如月小哥把你和月姑娘的生辰告知我，我为你们补上一卦如何？我和其都是孤儿，哪知道自己的生辰。那你们可有什么全冲生辰的纪念日？或许也可一试。7月14。7月14。有问题？卜算之后方知。顾前辈，你为什么跟齐叔要他多想想自己该干什么？这不是当然之事吗？这月小哥，即便月姑娘现下犹有些不知世事，保护过度终是不妥哟。齐不怎么懂事，我总要照顾他些，再说他跟十方玩得来，我也没拦着呀。我和齐的事我会处理，耽搁了前辈许多时间，不打扰了。月小哥，依我这几天所见，月姑娘虽然天真，却不愚笨，她总有一日会明白，她的世界里并非只有你们两人。莫让你的私心在你们之间埋下芥蒂。她离开我不行的。他们的名字，这个日期，最重要的是月姑娘与九泉药环之间的感应。没想到在我有生之年，九泉竟会生变。既得亏天机，便算是我狂妄，也要以此凡人之身与天一搏。
怎么，韩将兄有心事？应是也有心事吧。贤卿，你对未来有何期许？无谓之事。哦，之前不知是谁为了谁拼得只剩下半条命。我愿为人牺牲，韩将兄反倒不乐见。性之所至，可为任何人而死，同样是轻贱生命。我为妖千年，淡泊情缘已是既成之事。若是如此，20年前你因何失去数百年修为，而20年后又不思取回？不过当时一时兴起罢了。况且若当即了结此事，妖生岂不无趣？那我们再打个赌如何？看10年之后你是否依旧如此无所谓。懒得做赌。对于月小哥和月姑娘，你了解多少？我没有寻根究底的兴趣。对这两人，你似乎分外在意。还记得吗？3年前我曾说过，在九泉泉眼寒水看到了异象。月小哥，昨夜我用你所说生辰做了卜算，结果模糊不清。我想也是，毕竟那只是我们随便选的一个日子吧。常人择取某日作为生辰，多半是因为当日发生了对他意义重大之事。听秀儿说，你们不是亲生兄妹。啊？没错。那我大胆猜测，7月14正是你们相遇之日，对不对？前辈为什么这么在意日期？3年前的这一日，我曾在某处遇见一桩奇事，想来或许与你们有些关联，这才特别在意。是什么事啊？秀儿，不是去景安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。对了，那时你昏迷着，所以不知道明秀姐有个很厉害的宝贝，叫做云来石，可以载着人在天上飞。师父又要我带他们去哪儿？这次师父也一同去，我们要去一处危险的所在，你们先随秀儿去做些准备，之后来山崖寻我。有多危险啊？好。3年前的7月14，师父，你是想带他们去泉眼寒水？那般重要的所在，怎可让他们轻易进入？如此看来，秀儿还是有几分守护泉眼的意识。秀儿只是就事论事。月姑娘的卦象虽无结果，月小哥的卦象却显示他与你和贤卿的将来纠葛甚深。哦，而且他们两人怕是与九泉关系匪浅，近来灵脉颇不稳定，能预先做点防备也好。卜卦只是自寻烦恼，知晓了未来却无力改变，不是更让人伤悲吗？泉眼无垢可预示未来，持有无垢药环者可能会于泉眼之中窥见未来幻影，你是因此才一直不愿继承无垢守护吗？未来的事情可不一定啊。师父，
你太乐观了。既是未发生之事，怎可能是注定？去吧。嗯。贤清，你同他们一起去吧。你究竟有何盘算？不可说。无妨，我有的是时间陪你们游戏。贤清，前辈说的奇事到底是什么？透露一点吧。韩江兄的事，若是连小秀儿都不清楚，问我更是无用。抱歉，当时我在景安，实在一无所知。这么说，我们只能任由前辈摆布了。